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。潮妞大火我，潮妞害羞，你先来几天害羞。不是害羞，今天找个大宝贝出来。对啊，跟那天跟大伯买的房子，你别不信啊。大伯听说你来，我告诉你，水就开了是吧？这个顺水能听说的没肥了。你看，丈夫亲自提来的，哎呦，哎呦，可以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有就出了。哎呀，这种事情一般通常来讲会交给老爷的。啊，够熟了，够熟了。但是他们说这个要抹上那个油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们开门不容易，差点要了命，是吧？是不是？抹点油。咦，不要这个东西，哪个东西啊？垫一下。拿有没有几膜？有没有几壳？找个几壳来垫下面，等一下那个姜装的。好的。其实开这个菠萝蜜要交给阿欢，不是交给老肥，晓得不？这种事情我跟你说，要开的东西都是我来做的。你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啊？哎呦，这里面捞了一个油啊！哎呦呦呦，这才叫专业。嗯，我们两个简直就是放屁。不是，我们是吃啥了吗？我们是吃瓜群众。哎呦呦呦呦呦！暴力，暴力。不吃的吧？哎呦，手上我过没挑起来，不吃的这么多。对，开饭是吃了能饭，吃不完。哎呀，剩下一半谁开？死啊！趁着有人开，老朋友。不是，明天我们有生意做了，是不是？有熟手。我去卖菠萝蜜。最会开，开那个很脏的，他不来。又想骗老人，对呀、啊，果然不沾了哦，放牛果然不沾了，是哦，哇，看到没？哇哦，哎呦，这个好啊，我去搞个一次性手套来，嗯，对，不然等一下没得吃。大家看好啊，这样开啊，下次不要推了啊。我们看到我去拿袋子去了哦。下次不要推了哦。哎呦呦呦！你看，这个等一下一剥开就可以了。你看，阿欢还是熟手吧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老肥最。那个一打开，哎呦，像一把伞一样。是吧？嗯。你看，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，漂亮。来，白面拿去，翻白面。哎，这个才叫菠萝蜜，我们之前开的跟鬼一样。这个拿来煮汤。哎，这个可以煲汤吃。好吃不？好，好不好吃？好啊，老师，你全部自己拿回去煲吧。我不要这么多，吃不完的，我看我。先把它开完。嗯，全部开完。嗯、对，好。菠萝蜜黄了。嗯。去了一把刀，去了好多的一次性手套。干都不能干那种事情。主要是买了这么多，吃不了。大伯说的词还多。是啊。阿牛，啊，来，吃一个呗。不用手套，不用手套的。不用手套没理由的。是不是啊？不用手套了，为什么要拿手套嘞？野人不用手套。哪来不用手套好不好？给大伯装一点回去啊。阿牛，嗯，这张要不要？不用。装一点啊。不要。反正你过十天半个月就回去了。大伯的是吧？不要你放在这里，不吃这么多，大家吃一点吧。对，大家吃一点呢、啊。吃一点。一点。嗯。哎，一点对，一点对。差一点哦。还差一点是吧？嗯。哥，不要这么多了。你说够就够啊！不要这么多了。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喝了没有？喝了，太多了。好牛的，来，可以没了啊？可以，继续玩，是吧？放冰箱去冰着，然后前面一坐车，一出发我就说，不拿了，你装起。哎呀，掉地上去了，掉地上去。一秒捡起来的气质。我气质大了，单凳气质，那我吃一个。嗯，放冰箱不？嗯，放冰箱。啊。开个菠萝蜜，今天老板这么说，阿欢下次这个事情继续，必须拿干，不会继续。开
锅压的荒废了。技术已经形容不了他这个技术了。对呀、啊，太快了。韩流，这个菠萝蜜祝你一路顺风啊！好，我们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呗，放冰箱了啊！嗯，喜欢的朋友，我们关注一下大伯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打开西瓜视频，点击头像进入个人主页，点击我要加入我的粉丝团，加入成功后将获得粉丝团专属勋章。